我就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容易中枪，我也不过就是在18个学员偶像里面除了3只而已啊，为什么我觉得我中枪的几率特别高？当你喜欢的角色加倍，但是你却抽到别只，我们称之为了 Y。 Hello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学员的实况，我是熏虎烈，今天我们玩一点 Love Life Squad Festival。 没错，我们今天又要来抽卡了。为什么最近一直有不是 Ruby 就是零就是 Nico 的限定 box， 或是这个，或是限定 box， 或是特带生圈友？对，为什么最近感觉一直都是我中枪 ？Hello， 我们今天来抽的就是这个特带生圈友。我其实好像自从这个特带生圈友改版之后呢，就我自己是没有抽过，那这一次很难得特带生圈友命中了，对，命中了，就是 Ruby， 而且还是穿运动服的 Ruby， 好不好？这我不知道算不算运动服，这已经我觉得已经有点像是运动内衣了吧。好，总之我不确定，反正他就穿这样。那我现在简单讲解一下特带生圈友，各位看官知道特带生圈友是什么意思吗？各位看官还记不记得以前SF 常常出一个系列一个系列，然后每个月两张 UR， 每15天一张 UR。 对，他现在改版成就直接两张 UR 两张 UR 出，然后没有 SR。 对对，然后这个特带生圈又改版之后呢，他还加了一个圈又、我们加圈又印章好了。那对，没错，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圈又印章呢，哼，如果你抽到第五张的话，会有 UR 一枚确定。那要抽到第十张才有这个当期 UR 一枚确定。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想要保底的话，不好意思，那是 box 才有的东西。如果你想要保底的话，来这边，请你自备500颗，注意是500颗 Love Custom， 进行10次11连之后，你就可以得到。现在看到的话，这一池是 Ruby 或是 Mari 其中一个，而且对，没有什么打力之名库卡尼瓦鲁去换，没有，他不是双人 U 啊，他就是特带生圈友，好不好？所以他是无底洞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如果你只抽到第五次，他只是 U R 一枚确定，他有可能抽到什么很奇怪的什么当那个什么其他系列。对，那我们就来看几率，因为我第一次抽，改版之后的特带生圈友，我其实不太了解哦、喔。我们看几率哦、喔，我们可以看到 UR 是 1% 哦、喔。然后，我要看的是那两张 UR 的几率是多少？这边有写吗？好啦，如果你中 UR 的话，里面有 25% 的几率会中这个 Ruby 或是 Mari， 也就是说呢，中到这两张卡的几率是 0.25%， 这几率听起来也不低啊。我们有70连抽的机会，不是哦，是77连抽哦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。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买个保险的话，真的要500颗 Love Custom。 所以老实说，我真的不太有自信，我没有太大的自信可以抽到，但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啊。那我是觉得我要在11月30号之内再存150颗爱心，对，我的想法是这样，但说不定等等就中了，好不好？各位看官帮我祈祷一下，因为我最近真的是不想再氪太多钱，我已经氪了2500给林喵生日抽了，我真的最近真的开销有点大，好不好？我是讲认真的，好吧。那我们再提醒一下、喔、如果说我们真的看到了 UR 信封的话，其中有 25% 的机率会中，所以看到 UR 信封就真的该兴奋一下了，好吧。那我这边是不想在那边画圈右卷啊，因为我想把圈右卷留在领喵的下一次限定 box， 因为毕竟在那边花圈优券其实 CP 值有点低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11连，齁，我们也不会在那边单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第一个11连，有没有机会直接靠运气中 UR 信封？没有。我们其实已经好几次圈右都是 box 了，那抽这种不是 box 的，其实就是无敌。
可是不是，我刚刚兴奋了一下，我刚刚看到那个我真的兴奋了一下，但是不是，好啦，那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我现在的人品可能抽 UR 几率还算高，注意只要中 UR 里面有 25% 的几率就会是 Ruby， 拜托我真的需要这样子的运气，来第二次11连 Ruby， 拜托了 Ruby， 又有 UR， 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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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Ruby Ruby Ruby，拜托了啊！22连，22连就中，谢谢。好啦，那个各位看官，我们不抽了，我们不抽了。我们录了几分钟？我们应该录我到目前，如果到目前的话，这个影片时间可能还没有很长哦。我好，这开放烧好不好？这个我相信，这个被烧到爆，绝对是正常的。但是。也开放席，因为我现在就是需要这样子的运气，现在对。然后我后来想到一件事情，我每次抽完不是会这个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抽到的 UR 吗？后来我发现我其实可以这样，是的，没错，直接在那边看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看全图咯。哦，这个你知道吗？你如果要觉醒的话还要再抽一张，我现在才想到这件事情。对，可是好，没关系，我就先一张就好了，因为我还要抽下一次的零，我不想再抽第二张。如果现在我500星的话，我可能还会考虑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就是很普通的这个，对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叫，这是运动服吗？总之呢，这就是正在进行运动会大队接力的 Ruby 啊。那没有想到22连就抽到了，不过呢，在之后，之后或许又是非常的辛苦，因为我的意思是说，之后可能还是会有各种抽卡实况，然后又要担心自己抽不到，因为紧接着又是领喵的这个限定 bug 即将登场。我就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容易中枪，我也不过就是在18个学员偶像里面除了三只而已啊，为什么我觉得我中枪的几率特别高？好，算了。我只能说各位少除一点啊，好不好？那一样齁，这个如果想要加熏骨烈的 SF 好友的话，这个 ID 放在这边哦，那个影片说明记得去看一下。对，基本上呢就是你要记，如果你想加我好友，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说你是我的看官，然后大概说一下名字是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提出申请，基本上我都会接受。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那我们这一次的抽卡实况差不多就先做到这样，对，非常快的一次抽卡实况哦，而且22连就有两张 U 啊，我觉得这个不管怎样都一定会被烧了，对啊，差不多就这样，我们这节实况就先做到这样。 Let's go next episode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个喜欢并且分享，想继续看下去啊，可以在影片的下方订阅，从现在开始成为看画别人的，也是买下铃铛，对影片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你的支持是弥补最大动力哦，有没有准备 V 号 IG， 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啊，拜咪。